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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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至少是给我这个单哦，给复活节的单，没有复活节的单，至少白色的鸡蛋哦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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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路瓦里，雷达雷达，维珍维塔，马路瓦里马路瓦里，雷达这里雷达这里，用力用力，你很用力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哦，谢谢。哇 ，so beautiful， 那你有蛋要赶快点一下 ，don't have eggs， so it's not for you。人家祝你这么漂亮，青春永驻100年，你送人家一只手机有什么关系？我被打，然后我还要把我的手机送人家，这是什么节日？快乐了。星期一，你这个傻孩子，都说这个是捷克独有的复活节庆祝习俗，有祝福女生永葆年轻美丽的意义，也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少男少女示爱的最佳日子。为了让你永固宅男女神的位置，让我用还你飘飘棍法多鞭你几下啦，别跑。躲了一个阿达，来了两个小朋友。哎，你们好，请问为什么你的这个藤条这么大一个？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你要是做什么？自己做的，做这么大一条。那你们的篮子里有很多的糖果饼干，是你们今天打了很多朋友吗？这个你是第五个，我是第五个。哎，所以我也要就是找一个回礼送给他们是吗 ？Thank you。我是第五个，复活节快乐 ！Let's go！ 好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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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好险，达哥没有追来。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压力很大，就是被一个人拿着鞭子这样往后这样追打，真的很可怕。我一定要好好的甩开他。暂时是看不到他了。等一下，有人冒出来了，干嘛？心动两块，thank you。谢谢我不要，你给打好了。要为什么你混在房里面？因为床总，你知道吗？一个，没得关系。好样的，你也有打我。哦耶，谢谢。为什么他们就是我这样走在路上，他们也会突然冲过来打我吗？因为他们看到你可以把拿蛋。哦，所以说就是拿着一盘蛋的话，就代表说你可以过来打我。所以就是很明显，就一定要被打。哦，好啦，其实还蛮刺激、蛮好玩的，是一个很特别的复活节庆祝活动。Thank you， 我应该会越来越漂亮哦。虽然走在路上会被陌生男子打屁股，哎，真的很奇怪。不过呢，既然知道有祝福女生永葆青春漂亮的含义，为了我的演艺之路，好啦，我愿意多被鞭几下。不过刚为了逃离阿达的魔爪，害我东奔西躲的好累啊。不管，我需要点心补充热量。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市集，竟然看到了摩拉维亚的羊奶 cheese， 羊奶 cheese 非常的出名，也是 cheese。哦，然后烤成这个样子，对啊，是烤的耶，还以为是布丁类，很像哎，或者是什么铜锣烧之类的，不得了，哦，它拿面包，吐司，哦，还包弄破，哦，里面那个颜色，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看到里面的 cheese， 爆开，对，加一点果酱，这是道地的吃法，哇哇哇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嗯，香哎，好酷哦，对啊。这个 cheese 这样子涂会不会太大气？会，这看起来好像甜点。面包已经完全是 cheese 整个盖住面包了，面包还要大，好厉害哦！对啊，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感觉？大口咬下，一网打尽，吃到果酱不要油它。哦，嗯，很去吗？好丰富的口感哦，它是突然咸咸甜甜的，但是它 cheese 有一个。很特别的味道，很
很香，特别的香。它里面这层白白的那个 cheese 都会爆开来，哎，有没有？大口的咬下去，很有弹性哦。哇！好像在吃芝心披萨哦，很香哎，但又加了小红莓果酱，就是甜甜咸咸。我好想要加火腿哦，对，可是它的芝士真的超香，而且弹性超好哎。对啊，你看我刚刚这样拉出来，哇，芝心，吃起来其实真的很像在吃披萨。这个捷克南部摩拉维亚区风味的羊奶起司也是传统小吃。捷克南部气候较温暖，畜牧业发达，为了保存易坏的鲜奶，因此盛行制作起司来存放。摩拉维亚产的更是特别香浓，一吃精神都来了。不过下一个点心怎么有一点似曾相似啊？整只毛茸茸的。对啊，好特别的猪哦。这个就是要炸猪油，这也是他们这个东欧非常流行的小零嘴，但是我们在匈牙利啊有看到这個，一直没有机会吃哦，这但在捷克看到了它。对对对对，瞧，看起来很像饼干呢，不知道味道是什么。小迪，你要吃吗？No。 我听不懂，你也知道会胖是不是？我试试看。怎么了？配上这音乐，大哥，要吃到心，我已经知道，要吃到心。两个面有蓝色是怎样？像冰冰的、油油的饼干。就是它其实口感就有点像沙琪玛，知道吗？对。那它里面这软，对。然后里面就是你要白白的那个就是猪油。那猪油味还蛮重的。所以这个油味还蛮重的。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这个，其实这个没有人直接吃。没有人直接吃。没有人直接吃。Come on， 我跟你们试，我们的文怀的是这个没有人解释。那他怎么吃？你就切那个洋葱，要那个芝麻放在面包上。你们真吃哎！我们全部外国人，你为什么不知道？我们要拍的时候干嘛？没有问我，你直接拍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人拍的很开心。刚刚有问他，他说可以直接吃。可以，哎，我发誓。没有这样，没有。我要把这段单独剪下来寄给杰克观光局。样你破坏了我对蒙娜丽珠美好的形象啦。上次看瑶瑶介绍明明是那么美味，虽然听说还有人真的直接把炸猪油当零嘴食用，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加热吃比较好吃啦。下一站我们继续布拉格10K吃喝玩乐。哎，不过怎么背后有点凉啊？地上有个骷髅头，你带我来这个是什么样的地方啊？我带你来到这边非常有名的人骨教堂。人骨教堂？对，你看它的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教堂，但是它里面的装饰都是用人骨做成的。人类骨头盖教堂啦！妈妈交代一定要买的啤酒花保养品，这里便宜30倍，一瓶是吧？一块只要，这也是人家就是一手一定要5块以上。刚刚我听到店员说，昨天才有人找了65瓶。价差4倍，贵妇最爱顶级保养品，傻红颜全部说哈啦！